我劝你东西别太多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叫你把泥土给我，因为我会来不及。你会来不及，我说劝你最好我知道我会来不及躲开那个东西，我知道，把泥土给我，吸回去啊！不要一个一个丢，丢全部，全部就吸回来了。不会啦，哦，你这样我要等你丢完才能吸到啊！当然，快点啊！你为什么一定要干这种脱胎前的事呢？就全部吸回来，给我啦！你后退丢。哎，我要用你那一柱上去，你用我这一柱下去。哎哎，因为这个在正上方。好屁呀！怎么用你那一柱上去？好，你好讨厌的，用我这一柱上去。不懂我讲什么？哎，对，赶快，我要带泥土回去，不然家里会被烧光光。真的假的？八十八哟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。等一下，你身上有很多东西吗？等一下我哎、欸，你这样我没办法叠上去、欸。你挤二十个泥土。悲剧。我身上还有六十几个，我等下还有六十几个。够了。好了，你先下去，我要拿箱子啦，真的啦，你先下去啦，兔子，你把它踢劈走。它在哪里？不是你把它踢劈走，你不用管它在哪里。为什么？快点 啊！等一下我，我真的要拿箱子，我讲真的。法师快点啦！你不要拖太前啦吼！你是 AR 吗？你走开！等一下，走一下，没有用吼！你要干嘛？等一下！我说再等一下！我在拿箱子，你等我拿到箱子。哦，好，拿到四颗绿宝石。等一下啊！我在挖东西啊。麦叮当，我在挖东西，我现在在挖东西，你不要动。麦叮当，我现在在挖东西。不准！我现在挖，我现在左键按着、欸，左键，我现在左键是按着状态。我劝你先住在上面啊。为什么？你最好别回家了。为什么？你被赶出家门了。先不管刚刚有没有怎样，反正我劝你现在最好别回家。为什么？不会后悔的。啊？家里有怎样吗？不是看那边。不是看那边。你？看那边。哪边？然后嘞？他回家会后悔的。为什么？你没看到吗？什么东西？谁都不理我。你真的很爱做拖台前的事哎、欸，吼！拖什么屁台前呢、啊？气死了！很嗨呀、啊！怎样啦？哎呦！把我骗下去，想要拿东西砸我。那完全是意外 ，you know？ You know？ 不回收箱子吗？没关系，不住啊！箱子在做。你这样摇会黑悲剧。我等到他回来了啦。等一下，我真的要回去，你不要闹了。我真的建议你不要回来。可是这个就算早上我也回不去。等一下，你先把那边打开，我要冲。不行，冲了。冲得过去才有鬼。你被隔绝在那儿了。你就住那里啊。God damn it！我很想要扩建一下本岛，可以吗？他刚滚泥土的，把我打下去了、啊。我身上有泥土，我要回家再帮。我现在，你赶快帮我把苦力怕赶走，我这泥土可以给你们的哈。小乐色，快点啊！去把他赶走，去把他赶走，他在动，他在动啦！他在动。废话，他在动。去把他赶走，快去把他赶走。赶不走。等一下，你去把他弄走啦！他朝你那边走过去了，快！他最好会打。没有防护栏，走不过来。可是我也走不过去啊！我不打算让你过来啊！我操！啊，这就好安全，好烦。快点啊！好安全，好烦、哦。兔子，你去打他，拜托，身上东西先放着。拿兔子炸。等一下，他过来！不要！我们要看他那边躲来躲去，好好笑、啊。兔子救我！兔子救我！我们再看一下，男的救了。
兔子救，兔子救我啦！等一下再叫，我们再看一下下。不是，这不是玩到一半的，这是重新开始。兔子救我，拜托，快！我们再看一下下。你是要叫我去？你是要让路贝那个吗？对，让路贝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你就把它打下去就打下去，打下去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技术不好啦！啊！技术不好吼。我跟你说，我就跟你说你要炸兔子，你还让他去？啊？回都回我，他就是不玩指令啊！你们两个都别想回来了。哦，不要再屁了啦，快点啦，这里被炸一个洞，我要补啦。怪你们。人类啊，不吵。讨厌你们。什么啦？超烦欸，早知道不要找你玩，我跟兔子玩就好了。气死了。雷公杀。我说早知道不要找你玩，我跟兔子玩就好了。气死了。你看我搞到这个啥？哥们回去了呢。上草里呀。我给你扑死哟。这是。我把你搞死！这攻杀我呀！这攻杀我！我也刚扑到。那里有，那里有僵尸啊！还玩？我给你扑到！天哪！我真觉得你这样讲超有喜感的。他在看，他在看书。风筝男，风筝男，舍琳娜呢？哦，哎，你真的很拖台前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我要讲，你干脆叫一个外号叫拖台前好了啦。你被关在上面怪谁啊？你拖台前，刚还要一直跟我卡在那个，我就跟你说我要拿箱子，你那边雷，不不，雷爆了，拖台前。哦，从法师旁边经过。哎、欸，你看泥土柱上有一只爸爸。爸爸。我给你扑到。刚扑到墙。这真的很好笑。我还做栅栏，你是嫌木头太多你？我做了。四个泥土太多呢，为什么你们都不做斧头啊？有啊，因为双手万能。不，好吧，那我再哎、欸，接下来要去哪一个岛？粘土矿物。应该说你就用右手在打。啊？应该说这个游戏没什么，好像没什么用到左手。走啦，再见 ，OK， 拜。要饿死啦！我可以吃苹果吗？差劲！麦克少了法师就没有人拖台前。对啊，超拖的哎，拖屁拖！你买来，你买来，再买一筐。好，我找对北国姐，你放心。为什么这里有水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挖掉它就有了。可能刚下雨下太大的积水了吧？不是，啥回啊？我也给你扑的哦，我就又要威胁，我就打下去再把它留啊，不留把它盖掉，留着啊，做无限水源啊，家里只有一个呢，那给我一个，啊？不是，等，我身上有绿宝石，我忘记了，啊，漏水啦，北霸，我知道我要饿死了，可是我没有食物啊，你要饿死了，你要饿死了，没错，我要三十了，好。好了，我快饿死了，我喝一口麦香奶茶。你刚是北七，小友离我再见啊！我会看聊天室啊，只是不知道多久看一次。你对啊，咬你本来是要放松，就你被法师气死了。啊？你本来是要放松的，就被法师气死了。想放松？有我在就门都没。超惹人厌。水源放哪？啊？你可以自己移树，看你要把树移到哪里都行。那我移山嘞，移树。哎，这个四柱啊，那个道路要不要弄一个东西堵起来？我怕晚上有东西走过来。问你，我刚刚在干嘛？啊，你直接，我们是东西吗？你可以做个门。我怕你跑过来啊！真的是北青哎，YM 啊 ，YM 啊，我没有朋友。别人在笑他了。好了，一直。欸、我不知道笑他、欸，我不知道对啊怎样，我们不能就笑他了，因为他没有。对啊，因为他这个，哎，不是啊，那个昨天我看到有人贴那个，就是那个鸟屎唱那个，因为单身的缘故。然后那时候他去上金牌麦克风的时候，那个评审就讲他有那么一个刹那，好像看到李宗盛的演唱会一样，然后结果昨天 YM 去给人家留言什么，你是台湾第二个李宗瑞哦，他留李宗瑞，我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怎样，李宗盛跟李宗瑞啊，会不会分啊？好惨啊你！
我嘞。万元谷真超猛，摇箱子有饼干，可是我吃了他们一定会咬我。差点溺死催眠。那怎么办？对啊。我带两把稿子去挖哦。这都不理我。挖不到。哇哇哇哇！又来炒冷饭啊！你就打李宗瑞吼，那个叫台湾第二个李宗盛。哎呀，拿去！你看聊天室有八零分，聊算了。哇！等一下，掉下去。哪里？哇！兔子滚到哪去了？等一下，兔子嘞？啊呵，糟糕。嗯？你哎！哦，哎，怎么办？我饿了，给我一个捧个，拜托。大白兔给你就拿。抱歉，我吃了两个了。兔子一直摔死啊！对啊，一直摔死哎。继续重生点吧，先改模式。重生点是 spawn points， 前面要加血箱吗？不知道啊。先改模式吧。啊？又要改模式啊？什么模式啊？中啊！哎呀，我怎么在你的工厂挖哥？改模式，哎，不对。然后寄同一点，然后有都不理我。你确定你开和平吗？为什么我要开和平？我没和平啊！别看他刚刚被困在那边了，就像被困住的也是。因为单身的缘故。法师，你可以告诉我这个土坑，哎，这个是在做什么的？土坑，水源坑，土坑，我石头，算了，我有办法的。要做布利沃，我就是布利尼。你刚起北七，你看这种人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千万不要跟法师开玩笑，因为他一开始会跟你开玩笑，然后你开玩笑回去，他就回你，你刚起北七，你在讲什么啊？没有你。你看。哎，这个铁柱上面会不会有那个啊？那个？哎，不是。会有油。不是。油。等一下，可是我怕他这个。安娜啦。少伟，干嘛啦？这是怎么了？哦哦。去了。剑斧搞产值。啊？对一只剑斧高产石，太去了。我带木头出门好了。为什么会有人打什么羊？你要跟我结婚吗？我的身体就是我木头都带走了。带啊，欸，可是我木制品。哦，好啦，那我可以带泥土吗？还是要带石头啊？可是我觉得这样好，我这样真的觉得好危险。这个，欸，卵石制造机还在吗？哦，你们暖身机，暖石制造机，暖身机，暖石制造机啊！你兴奋什么啦？暖石制造机，你那边跟我暖身机。要唱歌要好听，没有我唱歌不好听。也知道。也要跟一谷结婚嘛？当然喽。你妈叫你啊，去喝水。为什么？因为一直吃饭都没有喝水。你挖过呀？不知道该哭该笑。我想先挖几个啊，挖大概啊一组好了。我应该挖得到一组吧？对啊，我在那边软式吃着急，你那边跟我暖身机。欸，花栗鼠的台语怎么念啊？鸟气啊，挥雷球，球你大头啊！啊，不然叫什么挥雷气啊？给家里住址做啥？我不知道哎。我觉得我等一下不太敢下去了。为什么？你不会再挖矿吧？对啊，哎呦，哦，原来你已经在挖了，哦，好了，那我就不用挖多挖这些石头啦。小屁孩，我挖石头是为了那个啦，走更长远的路。对，杀回来。兔子，你真的要小心哦。北，等一下我好害怕，我帮你看一下上面有没有那个东西会掉下来哦。可是我也看不到哎，我视野调远看到。可以。
有够感人哦。还是看不太到哎、欸，我视野调远也看不到上面会不会有东西哎、欸。总之快到上面的、啊，快到上面的时候你要小心哦、喔，真的。没有。你知道上面会有什么东西？上面可能会有砾石或者是沙子那一类的东西掉下来。真的、哦、啊，多诶、欸，你现在看不到还有多远？我看得到还有多远，可是没眼睛，我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确切告诉你。拿铁掰，拿铁掰。没眼睛。兔子，兔子，你再挖，我再跟你讲。其实现在已经快到了。真的哦。对，我目测那边大概一二三四啊。对你正上方好了。对对对，你对对对，你这样上去就好。感觉好像最近常常去。去哪里？没眼睛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这个要怎么挖。是去买宵夜还是买早餐呀？他是买午餐。会买早餐吧？来啊！这个挖掉会出来吗？他应该出不来吧 ？Hello， 你出来吗？你出不来，呵呵，你好可怜。我虽然在啊，铁掉下去一个，我。喂，你在说啥吗，哥？啊、哦，这多好看！不要听你看，我应该是不会听。今天或明天有没有人？拜拜拜！哎、欸，法师，我问你哦。没钱啦。下面有香香。香香。不是，为什么你刚？掉了。等一下，铁会掉下去哦！哎呦，落惨呢。什么？不是，我说为什么你刚敢往下挖，我就往下挖，好恐怖哦！比起往上挖，你的挖法是怎样啊？啊？挖法是怎样的？能挖到下去啊？哎、欸，宝石掉下去了。宝石？绿宝石。绿宝石掉下去了，掉哪里？没差了。摇你怎么挖的？就这样挖、啊，不然呢？就这样挖。啊，就像你这样回旋挖下去啊？那你怎么会挖掉？啊？那你怎么挖掉下去的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怕掉下去啊！哎、欸，林星有来吗？安安哦。你在说他给录音档打，是不是他来了？哦，抱歉。他人根本不在，你刚出来、啊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小屁孩哎、欸！等一下挖一挖直接掉下去，我也很怕哎、欸，所以我现在蓄不住金钱按住不放。哎、欸、呦，下面还有铁，然后还有黄金的。掉不下去好烦哦。多久啊？应该不会挖到虚空啦。哎呦，闭起来！哎呦，好可怕哦！我也觉得好可怕啊！我都没说话。那再播一下。拿铁要59分被挡了，很可怜呢、欸。我确定这样上去是对的吗？我觉得好可怕哟！谁来救救我？救救！现在这有多深啊？这也太深了吧！对啊，哎、欸，我看到你掉下来的绿宝石了，好，我要回去了，耶、yeah! ，光明的道路哦。快赶回家，天暗了。再来黄金、红石、钻石，好像是这样吧？哎、欸，兔子快回来，天亮了。天哈？天暗了啦。我也想回来啊，问题是，惨了，回不去了，变瑞凡了。啊。啊我觉得我沿路挖沿路掉哎、欸，挺糟糕的。等一下兔子，你是不是有开创世神声音啊？对你有听到吗？有。好，说你们把碳拿走啊，都吃掉了。我现在在插火把，不然你觉得我在干嘛？刚才插的哈。对啊，啊我也才刚拿哈。小乐色，大声什么？大声比较强吗？小乐色，打架啦。我觉得我一直在损失泥土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别插了，我带很多回来。哎、欸，兔子赛里哦，吓死！快了，看贵的。看到我掉起来。哎、欸，法师，你那个怎么挖？你那个是苹果吗？哇哦，好厉害哦！你这样不会怕啊？哦哦，可以来捡我的骨哎，捡、欸、骨。钢筋。我掉在那个柱子那边。那样转下去挖就好了，这样就我几乎没掉东西哦。快捡骨喽！哎、欸，不行，各位，哦，好吧，那你们去吧。捡骨喽！那我在家里挖书。捡到一个骨了，真的有骨、啊？还不少东西吧？捡到一个骨。怎么办？那哦，算了，下雨没关系。我想到那里有一只爸爸，吓死我了。捡到三个骨。啊，只有三个吗？三种物品。捡到三个，三种物品骨。物品骨。
要上去把它挖掉。那个你要上去挖吗？小心哦，小心哦，晚上了，天暗了。天差地远。啊。有的不理。适度生存，对啊。法师，你那个真的太，你那真的太强了。你看观众们都是超强。我还没挖完，我累，我偷懒都特别回来了。你是铲子爆掉吗？对吧、啊？要用手挖。很累哦，而且天暗了。哪会啊？来，去对。他都不理我。你不要剪掉哦。那到底留了多长啊？啊？那有多高啊？我以为你在，我以为你说什么留多长？你在问头发吗？还是怎样？啥鬼？等等。为什么是爸爸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就不知道说我蛀虫是怎样啊？他们也没讲错啊。玩偶啊 ，K 啊 ，shit！ 你哭屁哦！好、啊，哎、欸，这四根柱子都帮我把它削成苹果皮啊。好啊。看不掉。你们会吧？不会，你吃饭吃。我先等一下。那我先把东西全部放。五分钟吧。五分钟怎么样？要爆炸了 ！C4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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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你敢是我？吼、哦，算了，居然没呛我。这什么地图？啊，不是打在标题了。你刚是北七，我是南。等一下，我觉得那个讲出来真的很奇怪，是我问题吗？有一次我跟法师说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骂北七很难听？他就说你是南八嘛，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听起来真的很奇怪，不知道是我。那有谁看过相声吼？你说相声瓦舍吗？对啊，我有看过啊。我从那里学来的。你刚是南八？脏死！你看，就是有这种人。你讲什么？你刚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不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兔子。I'm go 炸了啊！他在打字，他停下来在打字，我猜已经没有我要跳下去啊！可是他我没有看到你在上面。嗯。哎呀，有法师，帮我拿回来吗？要从哪里掉下来啊？叫他声！你可以想象挖树挖到一半，脚底突然一片发凉吗？在哪啊？怎样？你踩下去？哎、啊，什么东西啊？你刚刚有把铁矿拿回来吗？有啊，放回去了。对啊，就南八、啊。放回来哦，有这么少？哎、欸，怎么可能？卖！怎么都要我加呀？哎、欸，怎么可能这么少啊？这43个是我带回来的吧？我带的啦，这个熔炉不知道谁在烧，你带的是这边吧？哦，对，我带的是那边。打死人了！打死人了！看来我刚才摔出去真的有掉东西哦。打死人了！打死人了！我、哦、不是掉在那个吗？他们会喷更远了、啊。打死人了！打死人了！快点、啊，快点找伤啊！不然你我不知道怎么教你挖苹果皮。会不会讲话啦？先弄几把金镐出来啊！不然那边也没办法继续挖下去啊！铁镐啦，铁镐！嘿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干嘛？金镐！你真的很无聊啊！好、啊，那晚上我先挖石头好了啦。要！干嘛？金镐。要！安娜！金镐。要！干嘛？金镐。要！你臭屁哟、哦！你这个比我爆麦还恐怖哎、欸。金镐，安安哦，姐姐不理我。为什么会有那个什么杰哥、姚法师、兔子、辉哥？各位安安，辉哥是谁啊？辉哥是谁啊？辉哥可以吃吗？法师跳针，对啊。捧个，我先睡着，这个是简称嘛？我先睡着，再见，拜拜。啊，亚美喽！走开！我要挖石头啦，你走开啦！兔子，你讲他比较会听，你把他带走。辉哥是谁？为什么会有辉哥啊？
多安安。开指令吧，你忍心看这么辛苦的兔子，就因为一个不小心说了心事，你想要看这样的兔子吗？可是，就是凭各各凭、啊，不然你死，你死的时候就自己把班员全部掉下去。啊？哎、欸，你死的时候是。就你开啊，你开那个防喷，然后你死的时候自己把灯全部丢下去。啊是啊，不是，赶快。没有啊，不然你哎，这样说啊，你忍心看兔子东西全喷光光吗？白目，你看大家气到跑去躲到树丛里了。看你背后。他在说你的 MOD 好像有一个叫辉哥，没有啊？你看你背后，我背后。背后，嘿，你看他现在气到躲到树丛里了。你可以躲进去了。白目，树丛里。睡一醒。啊！哎呀，这本书啊，干嘛干嘛？那个啊，这头那边有dog啊？哪里呀、啊？哪里？屁呀、啊！哈哈奇怪，这躲在树丛里怎么躲一躲就突然一个白色影子就咻下去？捡起来啦！我爸。快点啦，开指令啊！哪里啦？开指令防喷啊！等一下啦，然后你死了自己丢下去。辉哥的观众表示咬我都是哦，好了。为什么会有死掉东西自己丢下去啊？为什么会有洞啦？你死掉东西自己丢下去啊？你开啊，你开啊，我是没枪啊。我是会有。白目哎、欸，然后那里为什么有洞？哪那个？天啊，我不会指令啊！兔子你要开房，等一下兔子你要开房喷嘛？经过兔子同意再说，因为是兔子比较需要。他现在气得讲不出话来了。现在可能气得讲不出话来，他打人了，他打你了，他打爆你，你死定了你。那、欸啊，他直接自己改掉。嗯哎、欸，你好歹回答我一下嘛，讨厌。好了好了，记得啦，如果我们死了，自己把东西全扔了。好了好了，巴拉巴拉红，囧哎、欸！我怎么那么有洞啊？谁知道？就跟你的脑，就跟你的头脑一样。哦哟，损失了五个泥土，还有三把稿子，可是有些是快坏掉的，然后还有树。稿那可以再生回来。哦、那个念作耗子，你居然还知道？我一直都知道、哦。那你刚念什么？各位观众，冷知识这算吗？这个叫做耗子，它其实叫稿子。那同学就直接耗子、啊，我跟你们讲，跟你说习惯念稿。对啊，大家习惯念稿。一个轻一个高念作耗、啊。这个念耗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鸟都不理我。那我讲完吧。不要嘞。我要下去拿箱子了。好了好了。不好，我在做铁了，我在做铁了。在做铁？我在烧铁。做铁。然后等一下一定要，哎呀呀呀呀呀！给我一个木炭做火把。给你一个什么？木炭。给你一个木炭，我要怎么给你啊？留着就对了。留着。有啊，我放箱子啊，箱子还有三个啊。你要烧炭哦，太好了。我都不理我。我就是不理你。为什么？这根本一个是，这根本是森林涂炭官逼民反的年代。你是工商会啊？我看到了、哦，我看到了。我能把，他把一个半砖放在箱子上，可以剪精华了。耶、yeah. ！我倒觉得看他突然掉洞里比较好。可是我没有看到那画面， oh. 没有捕捉到那个画面。哎、欸，兔子，你把铁拿走了，我要铁。哦，我一个一个丢给你。